为什么如来叫佛，观音叫菩萨，济公叫罗汉？佛、罗汉、菩萨怎么来区分呢？首先，佛是佛陀的简称，在梵语的意思是知者、觉、觉悟者。觉有三层意思，一是自觉，二是觉他，三是觉性圆满。佛是佛教修行中的最高国位，在小乘佛教中，佛一般指的是释迦牟尼佛，在大乘佛教中，除了释迦牟尼佛外，还泛指一切觉性圆满者，比如燃灯古佛、阿弥陀佛、弥勒佛、药师佛等等。菩萨仅次于佛，他的修为能够达到觉境界的第二重，也就是觉他。菩萨虽能自觉，并发大心愿为众生求最高的觉悟方法与觉悟的道理，但却不能将自己与众生的觉悟行为一起圆满。佛教中有四大菩萨，分别是文殊菩萨、观音菩萨、普贤菩萨和地藏王菩萨，其中以观音菩萨最为有名。菩萨是梵文菩提萨埵的简易音，菩提意思为觉悟，萨埵意为有情义的生物或众生。大乘佛教认为菩萨是成佛前必经的一个环节。最后是罗汉，罗汉又次于菩萨，他们比较注重自我觉悟、自我解脱，而较少把佛教的教义扩大化。他们所能到达的境界是小乘佛教中的最高境界，达到罗汉这一果位，已经消除了一切烦恼，永远进入涅槃，免受生死轮回之苦，所以经常称罗汉为自了汉。